Hello, C 不可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Vera。我自己是觉得啊，其实成团之后有时候蛮方便的，因为自己如果要应答一些可能访问啊，有时候可能脑袋还没开机，但脑袋还没开机的时候，可能朋友们可以帮忙回答，这样就有时候可以小小的松懈一下下，觉得可以互相帮忙是一件很棒的事。我的就是的确像刚刚姐姐说的那个妆法，如果一个人的话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解决，然后我们都是前三个小时就要到发廊，然后我们在那边打传说。对对，首先就是我们已经发行我们的首张专辑啦、yeah. 那在各大通路都可以购买，那通路的话有博客来、玫瑰大众、艾贝克斯、佳佳、成品，还有五大唱片。